大家好，这一期的玛拿食评，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火遍了大江南北的30集的电视连续剧《繁花》。《繁花》从开播以来仅仅15天的时间，就拿下了14个冠军，收视率在全中国成为第一，连中央电视台都对其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甚至认为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成为孤品，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当我看了《繁花》的连续剧，发现它所处的场景正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出生成长的地方。它所描绘的那个时代，正好也是我相当熟悉的成长的背景，所以我就想说，以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感受来跟大家聊一聊，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如何从信仰或者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部的连续剧。我发现这部连续剧，它把人生设定在2个大的场景当中。我相信，几乎我们每一个人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在这样2个大的舞台。第一个场景就是所谓的感情的场景，或者叫做情场。我们在这部剧里面看到了许多情感的拉扯、纠结。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些情感场上最后所带来的所谓结局。这部剧里面基本上是一个男主角和4个跟他有情感牵扯的4位女主角。男主角原来是一个拼命想要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的这个叫做阿宝的男生。在他人生的最青春年华的时候，如何的借着投身那个时候刚刚兴起的上海的股市，在那里，然后成为所谓的宝种，从一个阿宝成为了宝种，代表着他在金钱、在事业方面相当的成功。同样，那里的4位女主角，有一位也是跟当时上海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前往日本，希望所谓能够淘金的，叫做林子。她的人生其实在异国他乡也经历了感情的破裂，然后她回到了上海，也希望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跟这个所谓宝总的情感拉扯之间，同样他也忘不掉在日本所认识的另外一位叫做强总，在这样的情感的拉扯之间，当然在好像浓烈的情感的背后，事实上能够看见他对金钱的看重，所谓苗珠必究，斤斤计较，那一种非常鲜明的特色。第二位的女主角就是那位借着在外贸公司上班的，所谓有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这位被称为汪小姐。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于所谓宝总，
那种浓烈的爱让他可以奋不顾身，甚至差点在车祸里面丧命。但是最终这部剧反映出来的就是好像仍然是为了要争一口气，所谓要做自己的码头，就毅然决然的把背转向了保总，从而也造就了他的人生，其实也是相当的孤单。那么第三位的女主角，也就是那位独闯上海滩进入黄河路来开饭店的这位李黎女士，她同样是一位充满了故事的人物。其实在她的感情世界里面，她渐渐的会把这位所谓的保总跟她心里面忘却不掉的那位在深圳的这位 A 先生重叠在一起。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特别在情感的纠结当中，照样能够看出在他的这个美艳的外表背后，实际同样是充满了算计。当然最终他的结局是遁入空门，梦幻破灭。那么最后一位女主角就是阿宝的这个初恋雪芝，她原来是一个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但是好像以为跟阿宝这样的这个青梅竹马，这个非常浓烈的爱情的当下，竟然会只身前往香港，要来寻找自己更宽广的所谓前途，竟然会抛弃了对他一往情深的这个所谓的初恋。当然在他的人生里面照样也能看出这种的虚荣，这种的面子所带给他的，这种的可以弄虚作假，当然最终同样人生是非常不幸的结局。所以一方面人生的大舞台好像就是在这些情感的拉扯纠结当中来展开。那么第二个这部剧所表达的人生的大舞台好像就是这个商场，商场也是像一个战场一样，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股市里面的诡谲变化不定的风云，当然本质上还是大雨吃小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翻脸无情，充满了心机。好，当然里面比较突出的像这个保总的这个背后的军师，好，这个老法师耶稣，好，那么他以他多年的在股市里面在商场上的这种所谓的经验和算计，就看到把商场背后这一种的绝情，这一种的争斗表达得非常的鲜明。那除了这位老法师，当然还有这个在外贸公司当科长的这个金科长，那同样也是可以说非常的冷漠无情。那么当然这个也不能够这个不提这位兴风作浪在股市里面这位所谓的强总。所以这个商场或者说战场，一方面这部剧里面这个把当年的股市在那里的风云表达得很清楚，特
特别是当股市开门的时候，这么多的人拥进股市要去抢着要去来买到那些股票的时候，事实上把人生在这个所谓商场，在一切向前看当中，这种的争斗表达的淋漓尽致。那么这个商场除了在股市里，当然另外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所谓的当时有100多家饭店林立的这个黄河路上面。黄河路上饭店老板娘之间各种的算计争斗，我想同样很赤裸裸的把人生的那个把人性里面的这种赚到自己的利益，可以这个下黑手，可以想办法断别人的这个客流量等等，都能够做出来。那当然这个商场也表达在各个公司各个厂家之间为了订单的这个争抢，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貌似这个很老实巴交的这个范总，那么他为了抢到他的订单，真的是翻脸像翻书一样，可以是满嘴的甜言蜜语，但是同样也是可以完全的不择手段。当然其实这个刚刚讲在情场里面的这四位女主角好像曾经是非常的纯情人畜无害，但事实上在商战的面前同样也可以看出是出手很辣，好像这位李黎女士一样。那么我想这部剧就是把人生设定在这两个大的舞台，事实上也是在人生里面许多人都会经历到的，情场跟商场。那么这两个舞台竟然这部剧的名称叫做繁花，繁花一方面让人感觉就是争奇斗艳这个百花齐放，当然他所拍摄的场景也确实是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借着黄河路上那些的霓虹招牌要向人展现的就是这种的繁花盛开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是事实上整部剧可以这样的来解释，就是繁花落尽最后一地鸡毛，让我想到有人解读这个繁花这部剧名事实上是来自于大诗人李白的这个杨花落尽只归啼，是当年大诗人李白写给他的好朋友王昌龄的这一首非常伤感的这个离别诗。他的好朋友被发配边疆，从此天人两隔，那繁花落尽，当然李白原来写的是杨花落尽。我想确确实实这部剧让人看到人生其实最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结局呢？这位阿宝摇身一变成了宝总，但是最终曲终人散，又回到了他过去的阿宝，只能在川沙的一片土地上面种种花，回归于平淡。他的初恋雪芝事实上也是他投身股海，或者说投身商场，在那里拼搏奋斗的动力，他为的是要能够得回方人心，所谓有10年之约。但是最后这部剧告诉我们，他的初恋事实上
最后是这个人也走了，梦想也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当雪芝的死，事上也造就了这位阿宝，他的人生好像也失去了动力，也没有了激情，照样那位美艳动人的这个李黎女士，事实上她在来到黄河路之前，人生也是受尽了沧桑，可以说是伤痕累累。那么在黄河路的这几年的沉浮当中，她是赢家吗？虽然她所开的至臻园的饭店成为了黄河路上最有名气的，人流最密集的一家大饭店，但事实上仍然没有办法遮掩他内心的落幕，最后只能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世上充满了绝望。我想谈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在传道书的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那位当年贵为以色列君王的所罗门，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其实原著繁花的原著金宇澄先生，他在这本叫做繁花的小说里面写下了1300多次的这个不响，不响的意思呢，当然就是不声不响，就不出声音。那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在沉默当中，在无法能够发出人生真正掷地有声的声音，所谓只能在不响当中而归于无有，这个叫做虚空，也叫做捕风。那么所以当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视角来解读这部繁花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到底谁是真正对我们有情有义，爱我们爱到入骨，为我们舍命的这一位真正的我们的新郎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对爱是这样的忠诚，这样的无私，他把我们称为是他眼中的同人，竟然称我们是他的新娘。耶稣他本来是上帝，他是最圣洁的无瑕疵的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把他真的称为天国的王子，但是他却为了爱我们救我们，竟然来到这样一个肮脏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丑陋的人间，道成了肉身，竟然把他全部的爱倾注在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犯罪堕落的罪人的身上，而且是爱的这样的深沉，爱的这样的彻底，爱的这样的无私。圣经描述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无怨无悔，为了救我们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哪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为你我每一位来向天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不要照他们所做的来对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人海当中是伤痕累累的，也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所以他甘愿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带来
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牺牲自己拯救我们。正像新约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想人生里面如果不认识主，我们自以为我们是有情有义的，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可以为爱情奋不顾身的，但是我们真的懂得爱吗？我们真的能够来实践爱吗？所以我想这是让我们可以来思考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好像都是在这条所谓的貌似繁华的黄河路上，我们期望在那里开一家拥有自己所拥有的饭店，我们期望在那里获得成功，但是其实黄河路好像是一个陷阱，一个泥潭一样。正像剧里面提到的，进入黄河路的能够全身而退吗？好像这部剧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黄河路最后华丽的转身，有的只是好像非常典型的这个那一家叫做金美玲的饭店，这位貌似非常强悍的泼辣的老板娘卢美玲，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这是黄河路的缩影，这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结局。人可以走出黄河路吗？那位汪小姐，她以为她可以走出外滩27号，也就是带给她许多羡慕的眼光和资源的外贸公司，但是当她走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无所有，她也走不出人生的寂寞和虚空。这位李黎女士以为她走出了令她伤痛的深圳，但是她仍然走不出黄河路上的尔虞我诈。我们每一位都是一样，没有主耶稣的拯救，我们走不出我们每一位自己的黄河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当我们拥抱基督，当我们拥抱真实的信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候，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走出我们的黄河路。所以这部繁花的电视剧，我想可以带给我们人生许多的启发，让我们真正看见，无论是我们奋不顾身投入的情场或者商场，有人形容人生就好像战场，短短几万天的日子，但是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正像这部剧要告诉我们的，最后都是伤痕累累，甚至最后都是虚空、绝望、捕风。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把握住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的生命之门，听见他对我们的呼唤，归家吧。唯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永恒的生命，得到鲜活的出路，得到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愿上帝祝福大家。